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下午2点来这里饮茶。这边这个是阿凯迪啊，古木苍天啊，这种嫩绿，还有呢黄的颜色，比较漂亮啊。今天出去购物了，买了一些东西。我们是今天来的是第一名啊，先到的。这是消防设备，消防的。有很多人在骑自行车、散步、遛狗，各种都有。走走还是比较舒服的啊，走一走。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张公子，带大家环游世界，走遍美国，一起看看这美丽的景色。这边离这个山也比较近呢，离山比较近，森林氧吧，空气比较清新啊。古木参天。这是怡然自得呀，这建筑，这个求知比较猛。比较猛啊。这是难得的雨后啊，雨后天晴，空气清新。好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这是张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阿开迪亚给您带来的报道。拜拜，再见。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呀，美丽的图画。这个年龄树龄是相当长了，这树龄你看，古木呀，古树啊，漂亮吧？漂亮了，停留一下。这也是有一定年龄的古木了。树龄几百年，有上百年的。